我很感谢那些一路陪伴着我走过来的老师们，是他们教会了我爱和勇气。我很感谢我教过的每一位学生，很多时候是他们推着我前进成长，我们更像是同行者。曾经的我以为自己是大海上一叶飘零的孤舟，没有同伴，也没有方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师们就是那连成一片的大海，一直在托举着我，照顾着我。曾经我以为我的使命是守着乡村中学，让学生们一个一个孵出壳，送他们走出大山。后来我发现，像流水渡轻舟一样，学生们在往前走，我也在往前走。我曾经问过我的老师，是否热爱他的事业，他告诉我，我对他不只是爱，还有敬畏。因为教育事业是要将每一个生命个体渡向人生理想彼岸的伟大工程，教育就是这样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，渡人渡己。